好，那么刚刚啊，我们就回答了20几个问题，简单。那我们就大概就是，接下来就是一种就是勉励的话。那我们大概有半个小时，不会超过1个小时。哎，接下来是师父啊，第二段落啊，是我自己做的。这个笔记啊，来勉励大家。我这里的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。可以作为你一辈子的一个提醒。好。我们大家一句一句啊，就慢慢的把它，念一下啊。这是师父的笔记哦。一句话呢说，除非得闻如来的正法，否则每个人都必须孤独的面对不安的未来。意思就是说，除非你这一辈子能听闻到如来的正法，如果你没有因缘听到如来的正法，那么你每个时间跟空间，你都会活得不安。为什么呢？你必须独自面对啊！你今天你的烦恼来自于你的内心，如果智慧不够，你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内心的烦恼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一层一层慢慢的把它看开一点，其实很快你就能解脱。接下来啊，如果我们一直忙碌，换来的是心灵的空虚。简单讲，就是不充实啊。那我们人生到底在图个什么？再念一遍：如果人生弄得很忙碌，换来的是一片空虚的心灵。那么我们人生到底在图什么？这意思就是说，你在忙碌当中，能不能得到真实的智慧？这个智慧是由内心深处，人人都具有佛性。在座诸位，你们都是未来佛。但是未来佛的先决条件，你要认识你自己。你不能一直在忙碌当中虚度光阴，毫无目标的过你的一生。比如说啊，你做干大企业，啊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如果你很有钱。那你坐下来要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啊，如果啊你也结婚了，有了家庭，那接下来有什么可以让你最快乐的？答案就是真理。佛陀讲的真理，因为他不会在如梦幻泡影的世间追求这些假象。好。接下来，上根立志的人，根气很利的人的意思，他一闻就牵悟，他一念之间就能发现佛陀讲的是真理，
究竟的真理，而这个真理一直回荡在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，看你悟不悟。这句话有点长，我再简单解释一下。上根立志的人一点就破，一闻就千悟。他在极短的时间会发现佛陀所讲的真理是究竟的指南。佛陀讲的这个真理一直回荡在大自然和你的日常生活中，每一个角落都是真理。哪里缘起，哪里就是性空，哪里性空就懂得缘起。比如说啊，你世界各地都还没有去旅游的话，假设说了啊，那你到国外旅游走一走。好，诸位啊，如果你有大智慧，那你就会发现，哪里不是山，那就是水。啊，交通工具不是飞机就是火车，哎，要不然就游览车，要不然就是轮船。好，那你哪里看动物园的动物园，稀奇古怪的动物，一堆骨头，动物透彻它，一堆骨头。那你大自然，树木也好，啊，花草树木，整片森林，你可以用特务的角度来看，都是因缘所生的，尘住坏空。所以真理在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，哪里缘起哪里就性空，哪里性空哪里就是缘起。你的心不会再有奇特事啊。如果你到啊国外去旅游，很好，得到一些经验，可以跟亲戚朋友好朋友分享。诸位，那如果你没有机会，那如果你听闻的佛法，那知道心灵认识大自然缘起性空，所有的日常生活都是缘起性空。你不会因为说啊，我到某某人了、啊，到哪个地方去旅游？欧洲好了，我很羡慕。那没有去的时候很难过，但是时空不允许啊，经济不允许啊，不用，你就在当下，你彻悟佛陀的真理，所有的真理都回荡在你清净的智慧里面，全世界都走过了。你到南极、企鹅、北极熊、冰帽，那我们爱护大自然，爱护森林，啊，珍惜我们日常生活，因为我们重视缘起。所以学佛的人更懂得珍惜大自然，珍惜这个世界，珍惜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因缘。诸位哦，我们不是圣人，所以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浮浮沉沉。诸位啊，活在这个世上
世界上伤心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找到理由的。但是沉沦于六道轮回，找理由是没有用的，找理由是没有用的。简单讲，你可以伤心，但不能沉沦于六道轮回。简单讲，就是你要有智慧，你要有智慧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活在世上伤心时是可以找到理由的，但是沉沦于六道轮回，找理由是没有用的。诸位啊，你现在要好好的用功，个人修行，个人得到跟个人拥有，别人无可取代，无可取代。诸位啊，业力现前，各走各的路，风雨不同路，修行它无可取代，但是要自己肯下定决心，知道如来的正法是生命究竟的意义，才能解决生命终极的迷茫。你可以看到有人他就是这样子，这场电影看完了，接下去就看另外一场电影，看到午夜了，吃吃宵夜，回到家里啊，一兴致来的时候讲话，讲整夜的都没睡觉，能带来什么？没有，空虚，无聊。然后明天又重复，又重复。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追求快乐，但是不了解真实的快乐是什么，所以生命就拼命的追，拼命的求。那我们要完成自己的责任呢？所以当我们要过这个食衣住行，面对残酷的现实，还有一样跟食衣住行等同重要的，这个叫做真理。你每天都要吃饭，真理就跟三餐一样，时时刻刻不能离开真理。做呀，所以说刚刚讲的业力现前，各走各的路，风雨不同路。业力现前，你走你的，老婆走老婆的；业力现前，老婆走老婆的，老公走老公的，谁都没有办法取代。爸爸走爸爸的，女儿走女儿的，谁都不可以取代。接下来，我们呢？不要让不好的情绪伤害我们自己真如自性，所以我们要彻底改变，改过自新，就是不要起贪嗔痴。举个比较强烈的例子，你心中暴怒，行为有暴力之气，动不动就要让对方死啊，打人啊。诸位啊，远的不谈，讲你内心的世界，心中暴怒，行为反常，暴力之气，
他就像极恶的邻居，让人无法停止心灵撑火的脚步。这个坏习惯一定要改变。心中暴怒，行为有暴力之气，它就像极恶的邻居。你的心如果有暴怒跟暴力，就像跟一个恶邻居住在一起啊！你无法停止心灵撑火的脚步。所以《华严经》警告我们，这个世间无论是缘起的有，或者是性空的无，若有若无有，这《华严经》讲的，彼想皆出灭，就是有的妄想出灭，无的妄想也出灭。如是能见佛，安住于实际，这样你才能见到无相的佛，这样你才能安住在真如实际。这句话再讲一遍，就是说若有若无有，有是妄想，着于空；无有也是妄想，这两个妄想都必须除灭。如是能见佛，这样你就可以见到佛，安住在真如实际。所以我们这一念的心本质圆觉，本质圆明，本质圆照，这一念安住在实际的真如，实际的这一念纵横不变，叫做如万法齐现，叫做来。再念一遍，什么叫做如来啊？我们这一念智慧的心，放下有，放下无，有无都是妄想，都把它除灭。如是能见到自性佛，安住在如来自性真实之际。这一念真实如来之际，纵横不变，叫做如；万法齐现，叫做来。这个是佛陀的定义。刚刚我们讲过，在这里再重复提醒一下，不要怕逆境，也不要怕别人来你前面扰乱。敌人之处正是光明之路，妄执之处正是菩提之路。诸位，佛法通通在当下。你心想他是你的敌人，他就是你的敌人。你要心想他视线的逆境让我成长，他就是你的善知识，他造业来成就你，你又何必挂碍呢？你这样一直挂碍别人，就表示你不了解，了解万法唯心限量的道理。好，什么是众生？众生呢，不好相处，不好相处。透过我执，透过我见，透过我慢，深度的无明，众生他就会捏造种种不实的谣言，因为你得罪他。再讲一遍，说透过我执我见我慢深度的无明，众生就会捏造种种不实的谣言。你要学聪明一点，不可以听片面之词。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讲的，
都会讲他自己的立场，还有自己是对的，千错万错，自己一定没有错。那所以这个众生相当就是这样子。佛陀体悟的不一样，如来体悟的众相本空，我执空，我见空，我慢也空，他没有任何的无明，他充满着智慧跟解脱。所以佛法呀，它不是竞赛，这里面没有输跟赢，他只有慈悲，只有喜舍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生真正的生命。你要永远的慈悲对待众生，不跟众生计较他的缺点，因为他的名字叫做众生，众生是让你来度的，不是让你来恨的，你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心很痛，但是记得痛里面有智慧。哎，所以佛法呀，不是一种竞赛，这里面没有输跟赢啊，你只要尽心尽力。说啊，我啊，慧律法师啊，你啊讲经啊，你都千千万万的众生，啊，就众相本空啊，是不是？我也没有觉得什么叫做了不起。啊，我绝对不会轻视任何一个法师。他说：“哎，你没修行，那这样我也是糟糕的人。”这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佛法没有输跟赢，因缘所生的，我就尽心尽力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输跟赢。所以啊，诸位，凡夫不觉悟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执着于假象，看到的都是假象，凡夫众生不知道他是假象。再讲一遍，凡夫看到的是假象，而不知道那个是假象，不知道那只是因缘生的。比如说啊，这栋建筑物很漂亮，哎，隔几天拆了，建筑物没有了。而且这座山很漂亮，哎，这座山，哎，没几天，通通开采光光了，没有看到山跑到哪儿，因为都是因缘生的东西。凡夫心都看到的是假的，假象的，而不知道它是假象。般若的心，智慧的心，看到的叫做真相，真相就是空相，就是无相。凡夫看到的叫假相。般若有智慧心看到的叫做空相，叫做无相。如来见到的叫做法界心相，又名法界实相，无相无不相。凡夫看到全是假相，智慧看到全是空相，如来看到的都是实相，无相无不相啊。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啊，因缘所生的，师父就很珍惜，你们也不会嫌弃这个平凡的上人，那么我就出现来给你们看一看。哎，因缘所生的，是不是？那么了解生命的实相，就了解整个宇宙都是缘起性空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凡夫见到是假相，智慧心看到的是空相无相，如来见到的是法界实相，无相无不相，究竟圆满。
所以啊，在座诸位啊，啊，所谓弘法立身啊，指的是这，比如说啊，讲经说法的法师啊，或者是在家护法居士，有的人也很会讲经啊。所谓弘法立身呢、啊，就是要精准的诠释如来正知正见。所谓弘法立身，就是要诠释如来真实之意。诸位，弘法就是要精准的诠释如来的正知正见，要诠释如来的真实啊之意。因为精准的诠释如来的正知正见，精准的诠释如来真实了义，这样才会有智慧的火花，众生才会产生智慧的火花。所以第一个，不能亲近恶知恶见的法师，不可以亲近邪知邪见的法师。你要亲近到恶知恶见、邪知邪见，乱说法要，会死得很惨，走错路，会认为自己是对的。所以这条路一出去，方向要正确，智慧的选择非常重要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是再三的提醒大家，免得被蒙蔽。好，再讲一句深入一点的，万法都是阿赖耶识所起的波澜，就是波浪的意思。万法都是阿赖耶识所起的波浪，都是唯心，唯心是所现。诸位，没有真实的外境，你看到的东西关照它，一个人关照它就是一堆白骨，十个人看就是一堆白骨，一千个、一万个人看还是一堆白骨。物跟心都很重要，但是唯心唯识所讲的，就是说当你的心是很强大的时候，诸位啊，唯识并不是说没有外境，而是说外境只是缘起，重点重点在你的念头，你的念头决定你幸福还是不幸福，决定你解脱还是不解脱。不要误会唯识的意思。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外境，那么就否定一俗果报，那就变成断灭了，就法没有缘起了。所以万法唯心限量的意思是说，物跟心以心解脱为教导的功课最重要的。那物我们必须过得残酷的这个现实，你不能否定的。所以既现实又超越，既超越又现实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诸位啊，一个人走在修行之路，应当知道，应当知道，这法是有呼吸和节奏的。如来正法它是有灵魂，它有生命的。当你的心灵注入了如来的正法，当你的心灵灵魂注入了如来的正知正见，你的心灵生命将会起大变化，你就会起大变化的。你投入甘露法水洗涤你心灵的污名，你投入了智慧，将来你就能够成佛做主。就以日常生活来讲，你也能得解脱。
所以什么是佛法？佛法可以说是一种冲突后的平衡，冲突后平衡的一种美学，在矛盾当中一种入不思议智慧之学。再讲一遍，这佛法呀，可以说是一种冲突后平衡的一种美学。身心平衡，人生宇宙平衡，人生跟大自然的平衡，大自然跟宇宙的平衡，这就是佛法。平衡就是佛法。哦，许多人不了解佛法，什么消极啊、迷信啊、不科学啊，诸位，这个人不懂佛法，不了解佛法的真相是什么。佛法是可以说是冲突后平衡的一种美学，在矛盾当中入不思议的一种智慧之学，而且是每一个人有缘都必须学习的。那就要看有没有善根呢？有没有善根呢？接下来说众生呢，老得太快，智慧啊开得太慢，开得太慢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呢，你看呢，一下子10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，现在一眨眼，你看呢，你啊满脸都皱纹了，变化了。哎，你看啊，在座诸位啊，那这些奶奶啊，以前呢，时光倒流，解开时空的印记，哪一个不是一朵花？是不是？这奶奶啊，你年轻不是一朵花吗？是不是？我现在不敢说你像现在像苦瓜了，我不敢这样讲。对不对？有一天见面的话，哎呀，这个不好说。所以你看看呢，人的变化这么快，哎，人的变化太快了。接下来，没有经过考验的人生，人生并不存在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这辈子你要苦过，这辈子你要波浪起波浪，让这些起起伏伏的波浪来训练你不会晕，你还一样能够成长。对，没有经过考验的人生，人生并不存在，而且人生也没有真正的活过。诸位啊，如果你现在啊正面临着生老病死啊，爱别离厌憎会啊，诸位啊，恭喜你啊，你啊等你年老的时候，这就是一篇精彩的故事。要不然你人生的故事怎么写出精彩啊？就是有种种的波动，种种的起伏，内疚，背叛，你今天才有喜悦精彩人生的一页啊。诸位啊，当你经过了苦难波浪挫折背叛，你呀来写人生的故事啊，你可以当导演，可以导演出一篇精彩的电影啊，精彩的电影绝对不会平铺直述啊，一定有值得诉说的故事啊。所以你如果正在
发生苦难的时候，哇，还真恭喜你哦，你正在写精彩的故事哦。诸位哦，业力是很可怕的啊，我们呢 无名的魔爪不要伸得太遥远，明明不关我们的事，却被迫摆在棋盘上，这是别人的一步棋子，他多悲哀的人生啊，是不是？诸位啊，再讲一遍啊，业力是很可怕的啊，我们的心灵的魔爪呀，不可以伸得太遥远，管得那么多，明明不关我的事情，你却被迫摆在棋盘上，那多悲哀的人生啊，是不是？神明做不了自主啊。好，对呀，中国人叫做智慧的人，西方叫做哲人，哲人 philosophy 啊，哲学形而上的学问啊，叫做哲人。哲人就是东方所讲的智慧之人啊，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哲人的这个名词，这是后来引用西方的。好了，无论是东方讲的哲人，东方讲的智慧之人，西方讲的哲人啊，通称智慧之人的哈，他们都共同的勉励我们，痛苦当中依旧存在着尊严与智慧，这是一种修行人。这是修行人的一种风范，就是你不要在痛苦当中沉沦啊，在痛苦当中你要存在着尊严跟智慧，这是修行人的一种风范。对呀，什么是看开一点的？看开一点，什么叫做看开一点啊？一句话，钱不是人生的全部啊，知道吗？钱不是人生的全部啊，真理是生命的全部啊，你要认识清楚啊。再讲一遍，钱不是人生的全部啊，真理是生命的全部，因为生命时时刻刻都需要真理，那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佛陀的开导跟指示。那佛陀不在啊，入涅盘，那我们就是法来指导大家。诸位啊，修行容易哦，断习气很难。如果你啊烧掉你心爱的人的衣服，但是你很难烧掉心中的回忆。再讲一遍，你可以烧掉你心爱的人的衣服，但是一般人无法烧掉心中的回忆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修行要下功夫，不是说只是说讲一讲就让它过了，那么这样子就很冤枉师父的今天的两个多钟头的开示啊。诸位啊，学佛要先有健康的心态，不好的心态不可以存在。比如说恨只会再生出恨，不会生出如来的，不会生出如来的智慧和慈悲。这句话很简单，但是很重要。恨只会再生出恨，不会再生出如来的智慧和慈悲。
所以心中不能有恨，你可以用理性来解决，用和谐来解决问题。恨只会生出恨，不会生出如来的智慧和慈悲。所以告诉啊，最后一句话，也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最后一句话重要，很勉励说，如果你已经有点年龄了，应该要全部放下，过着一颗没有，过着一个心灵没有任何负担的日子。再讲一遍，如果你已经有点年龄了，要全部放下，过一个心灵没有任何负担的日子。放得下，心灵没有压力，没有任何的负担。但是学佛的人，年岁越轻越好。为什么？年轻人有读书，青春来日方长，充满希望。但也不是说老的就没有用了，老的有时候很有用的。哎，老来是宝嘛。那么学佛的年龄层越往下，这越能扎根。他呀，一年两年三年，将来就不得了了，将来就不得了了。佛法不迷信，它是科学的。所谓信仰，是理智的延续，不是感情作用。你看，今天你要听经闻法，是每一个动点，每一个时空，都活在理性，建立在理性跟智慧之上，不茫然，不盲目，不盲从。这是真正学佛的人。好了，哎，那么我啊，今天呢、啊，就跟大家开示到这儿啊，因为是简单的、啊、哈，开示了啊，你们呢、啊、也不会突发状况啊，以前不知道嘛，啊，以前不知道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就那个没问题。那个也没问题啊，就你看我啊，我一直看他，你们有没有问题？他就一直看我，哎，没有问题啊，我也一直看他，你有什么问题？他也没问题啊，所以说，哎，今天很好，问了一些问题呀、啊，哎，咱们有互动，也咱们有交流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开始到现在，师父也累了，也辛苦了啊，有一年我们再谈，再见了啊。请站起来，好，站起来，好，那我们彼此问讯啊、哦，要顶礼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啊，你们够虔诚了哈、哦，好的，够虔诚，好，有一年我们再见了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再见了哦，好好好好。好好